随着春晚脚步日益临近，春晚节目单也慢慢浮出水面。继之前网上爆出 TFBOYS 会登上猴年春晚舞台后，1月5号网上再次爆出猛料，物理宗主胡歌也收到了猴年春晚节目组的邀约，很有可能会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一首歌曲，至于是什么样的歌曲目前还不太清楚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姥姥觉得老胡你这又是做形象大使又是上春晚的，要上天的节奏嘛。虽然胡歌是一个记台词特溜但死活记不住歌词的 boy， 但从跨年晚会上大家也感受到了胡歌的唱功，仙剑主题曲六月的雨更是唱哭了一票观众，而粉丝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早已炸开了锅，看春晚看春晚看春晚，重要的是说三遍，我又要打鸡血了，春晚秋不灵。毛哥拉新闻，乐乐也希望猴年春晚不要留粉。报道。